时间是什么？它就是现在、过去以及未来的总和，起码在我们的维度将其称之为时间。当然，时间由三个明确的部分组成：过去、未来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无边的时间轴上正在经历的那一个片刻，也就是现在。现在就是一个个不断闪现的瞬间，变幻莫测，它介于永恒的过去和无尽的神秘的未来之间。在时间轴上，人类似乎只能向前，却不能让时光倒流。假设人能摆脱时间的束缚，在时光隧道中穿梭，随意往来于现在、过去与未来，那会是怎样一种体验？换作是你，你会穿越到哪里？会不会回到遥远的过去，瞧一瞧埃及金字塔的施工现场？或许有人会选择亲自拜见新生的耶稣。有人可能会回到1864年4月14日，阻止刺客行刺亚伯拉罕林肯，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果人能沿着时光的隧道穿梭到未来，你会做什么？你可以驶往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甚至能预见你的每一个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谁不愿意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心所欲地驰骋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人类真的能穿越时空吗？这是在异想天开吗？或许并不全是。在20世纪初，犹太裔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后来的检验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相对论颠覆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爱因斯坦发现，其实时间可以放缓，也可以加速，这都取决于你相对于某个坐标系的运动速度。打个比方，一名宇航员乘坐宇宙飞船，以近乎光速飞离地球，那么这名宇航员衰老的速度会比他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要慢得多。当这名宇航员从太空返航之后，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孪生兄弟已经比他衰老了许多。面对年老的孪生兄弟，这名宇航员会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未来。会不会有一位能力超然的存在，他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可以把未来提前启示给人，因为未来的一切都在他的眼前，不论是对于过去还是未来，他都了如指掌？不可能，事情未必如此。有本书可以证明，圣经。这本书里有2000多个预言，而且绝大部分都已经准确应验。如果我告诉你圣经预言已经应验了1800多个，你会不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请不要误解，圣经并不会预言下一次足球世界杯哪个国家会夺冠，也不是透露彩票的中奖号码。圣经是要解答关乎我们的未来生死攸关的问题，包括你的未来。或许你只知道圣经中蕴含着上千个预言，却并不清楚这些预言的应验精确到令人肃然生畏。下面请各位系好安全带，随我出发吧。他废王立王，因为他掌权直到万代。时代帝国，起初。可见圣经开篇就提到了时间。先来对圣经做个简单的了解。整本圣经由66卷书组成，包含3种语言，作者大约有40多位，分别来自3个大洲，写作时间约跨越1500年。
这些作者从事各行各业，有牧羊人、国王、祭司、统治者，还有渔夫，每一位都有独特的个性。写作圣经的环境也各不相同，有人是在监狱，有人是在王宫，有人住在山洞，还有人作为俘虏流亡于异国他乡。然而这66卷书却能融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有清晰的开端、不变的主旨和逻辑的结局，而且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或许这正是圣经始终稳坐畅销书榜首的原因。据统计，圣经的发行量已有50多亿本。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预言。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于公元30年详细预言了耶路撒冷被毁的情形。40年后，预言准确应验。耶稣指着圣殿的巨石和圆柱说了以下的预言，他的话令门徒惊愕失色。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不难想象，当耶稣预言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殿宇被毁的情形时，犹太人是什么感受？这个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几乎耗费了一个世纪才竣工。可以说，当时的耶路撒冷代表上帝的所在，是上帝显现的地方。人们认为有上帝在圣殿之中，我是说，上帝的确曾在那里。这座圣殿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宏伟、最庞大的建筑，可谓举世无双。毕竟著名的罗马圆形剧场才占地约2.4公顷，而耶路撒冷的圣殿足足14.5公顷，是圆形剧场的6倍。门徒们全都震惊了，因为这座圣殿是犹太民族最为闪亮的明珠。整座圣殿使用了无数块巨大而名贵的石材，其中有一块基石至今仍能看到。这块石头有12.5米长、4.57米厚，重约500多吨，相当于100多头大象的重量总和。而耶稣的预言仍然应验了。根据著名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罗马士兵攻进耶路撒冷之后，放火烧了圣殿。由于火势熊大，装饰圣殿的金子都被融化了。于是，融化的金水便灌进了圣殿基石的缝隙里。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士兵掀翻了圣殿里的每一块石头，以便取出缝隙里的黄金。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殿里的财宝后来被用于铸造成罗马的硬币。这种硬币被称为犹大卡普他，发行的面额、材质和种类非常之多，大多是青铜的，也有银币和金币。硬币上的图案是一棵代表犹大的棕榈树，树下坐着一位哭泣的女子，这女子代表犹太人。每一枚硬币上面都刻着犹大卡普他，意思是犹大已经亡国。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根据民数记32章13节的记载，我们得知圣经中的一个世代是指40年。这个预言是耶稣在公元30年说的，恰好在4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0年，圣殿被罗马士兵毁于一旦。还有另一个有关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圣经预言，不过这个预言要早于耶稣的时代。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的，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罗马人的确曾突然袭击耶路撒冷，也的确采用了困城战术。正如摩西在预言中所说，罗马战旗上却有展翅的雄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今天圣殿建筑群唯一的遗址就是那段残破的西墙，也就是著名的哭墙。只要沿着哭墙向南走，游客们就会看到有一条路，路边堆积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这就是当年罗马士兵为了取出石缝里的黄金而掀翻并损毁的石头。如今
任何人都无法质疑公元七十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的事实，这毕竟是公元一世纪的头版头条。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在那年被毁于一旦。对我来讲，这些历史事件恰恰说明了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很早很早以前就预言了要发生的事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太人，或者说整个以色列，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曾经频繁地流亡世界各地，经历了一次次种族灭绝行动，却仍然幸存。以色列人一次次奇迹般地重归故土，重建家园，并且再次崛起，再创繁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约两千年的奴役、逼迫并流亡在世界各地，但他们依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身份。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先后有罗马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攻击并驱赶他们，但犹太人始终能回归耶路撒冷。从前，起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甚至早在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耶路撒冷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向往那里。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复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今天，这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已经成长为一个被全球公认的核能国，其创新与科技在全球遥遥领先。耶利米书25章记载着另外一个有关耶路撒冷城被毁以及犹太人归回故土的惊人预言：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显然，早在耶稣之前600年，圣经就已经预言犹太人由于悖逆而亡国的事实。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犹太百姓以亡国奴的身份在巴比伦流亡70年。公元前60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耶路撒冷。巴比伦人将犹太人的国王、祭司以及贵族从犹大和耶路撒冷俘虏到巴比伦，犹太人把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和其他经卷带到了异国他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现代犹太教的开端，因为他们敬拜上帝是在巴比伦而不是耶路撒冷，他们在异国他乡敬拜上帝。巴比伦的编年史是刻在石板上的，其中有一块石板陈列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上面详细记载了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发动的另一场战役。经过2个多月的围攻，犹大王约雅金及其大臣出城投降。然而圣经还预言犹太人会重归故土，重建家园和圣殿。恰恰在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公元前537年，波斯王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奇妙的是，他在位第一年便下旨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并重建家园。波斯人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他在位期间曾准许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贵族和百姓回归故土，以便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事实上，就在1879年，考古学家发掘了居鲁士原著铭文，上面记载了波斯王遣返被征服的百姓，其中就包括犹太人。原著铭文是在巴比伦出土的最了不起的文物之一，
上面记载居鲁士来到巴比伦，受到百姓的欢迎，被人视为救世主。这段记载颇具讽刺意味，百姓竟然欢迎敌人入城。以斯拉在圣经中明确说明，就是在这个时期，百姓获准重归故土，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而这也恰恰是先知耶利米所说被掳70年届满的那一年。朋友，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个最为宏大、无可争辩的圣经预言，它证明了圣经启示的准确性。短短10节经文，总共340个单词，却概括了从古巴比伦一直到耶稣基督复临，世界各大帝国的兴衰。约在2500年前的一个夜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欣赏了帝国的辉煌之后便卧床休息。这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建筑师之一逐渐进入了梦乡，他一心想知道巴比伦帝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那天晚上，上帝在梦中向尼布甲尼撒启示了巴比伦的最终命运，确切地讲，是从巴比伦一直到世界末了，所有世界性帝国的崛起与衰亡。在但以理书2章这个奇妙的预言之梦中，上帝让尼布甲尼撒看到一个巨大的像，巨像的头是晶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腰腹是铜的，腿是铁的，而脚和脚趾是半铁半泥的。忽然有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将巨像砸得粉碎，碎末被风吹散。而这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尼布甲尼撒醒来便把梦忘了，却又心里烦乱，他感觉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于是召集全国的哲士来为他解梦。这些人自然没有能力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上帝却将同一个梦启示了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青年，他名叫但以理。但以理来见王，将王梦中的细节一一还原，并做了详细的讲解。这个梦其实是一段奇妙的预言，预言了此后2000多年与上帝子民息息相关的世界性帝国。到目前为止，这部分预言均已准确应验。但以理告诉王，金头代表着尼布甲尼撒王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于公元前612年到539年统治世界，曾是古代最富有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以金头来预表巴比伦十分贴切。巴比伦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致、最先进、最奢华的帝都之一了。在巴比伦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就是尼布甲尼撒，他重建巴比伦城，显耀一时。古代大多数城市都像是用城墙围起来的村庄，就连大卫王时代的耶路撒冷也是很小的，而巴比伦城却符合现代都市的标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大约有7.5平方公里，古罗马城约为2.6平方公里，希腊的雅典被称为哲学之都，而雅典城也不过才有2平方公里，古巴比伦城却足足有10平方公里，可以容得下4座罗马城。然而最令人称奇的是，巴比伦城里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全城共有8个城门，分别以一位神明的名字命名。当然最著名的要数伊斯塔门了，现保存在德国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幼发拉底河流经巴比伦城，全城有坚固的双城墙环绕，外层的城墙有6.7米厚，里层的城墙厚约3.6米。巴比伦人信奉多神教，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风气，而且巴比伦人决心征服全世界。其实这背后真正的野心家是雄心勃勃的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说明巴比伦终将亡国，并被另一个帝国所取代，这就是巨象的银胸和臂膀所代表的国家。
公元前539年，在居鲁士的带领下，马代波斯帝国以巧妙的军事策略攻陷了巴比伦。一夜之间，城墙城门均未受损，便攻占了这座京都。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早在事发前的150多年，圣经就已经预言了这场战役的细节。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当居鲁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马溺水之后，瞠目切齿，怒不可遏。于是他命令部下开挖了540条引水渠，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引开。事实证明，这一举动为居鲁士攻打巴比伦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河水被引流之后，波斯军队便从城门下面的河道进入巴比伦，因为有人为他们留了门。于是波斯人进入城内，攻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波斯士兵进入巴比伦之后，便打开了城门，彻底攻占了巴比伦。这场战役在当时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然而事情完全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来发展的。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早在事发前的150多年，圣经便提到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名字。先知以赛亚在灵感之下展望未来，甚至准确地写下了百年之后那位征服巴比伦之人的名字。以赛亚书44章记载了有关河水的预言，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要知道，这段经文是在事发150多年前写的，当时先知以赛亚就准确预言了居鲁士攻打巴比伦的战术。现在想一想，圣经预言的精确性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波斯人，他们信奉一个神，他们是一神论者，这一点与犹太人相同，或许因此对犹太人产生了同情。征服巴比伦之后，马代波斯帝国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的统治是从公元前539年到公元前331年。在马代波斯人统治时期，货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将当时流通的货币从金币改换为银币。巴比伦虽然也有银，却很少使用，因为他们有的是金子，而马代波斯人均以银币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银是这个帝国最突出的特征，用银来代表马代波斯十分贴切。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所有圣经学者都赞成黄铜帝国代表着希腊。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阿贝拉战役中征服了波斯，此后希腊便掌握了霸权。通常人们以亚历山大大帝来代表希腊，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曾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是一名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帝王。亚历山大的父亲就是马其顿王国的腓力二世，腓力被人刺杀身亡，于是亚历山大继位。他立刻梦想着实现父亲的愿望，去征服波斯帝国。他登基时年仅18岁，他是一个军事奇才，即使在今天，亚历山大大帝仍然是军事天才的代名词。他兵临城下的时候，对方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向你投降？据说有一座城池坐落在悬崖边上，亚历山大对士兵说，我要你们前进，直到坠崖投海。听到这个命令，他的部下毫不犹豫地朝悬崖走去。亚历山大说，我的部下能做到绝对的服从，征服你们这座城不在话下。于是对方选择了投降。亚历山大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就了他人一生都无法取得的成绩。经过一连串的战争，亚历山大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攻占了埃及，登上了宝座，之后继续东征，打败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
亚历山大并没有追赶大流士，波斯王一路向东逃回了家乡。随后亚历山大开始南下，他想征服沿海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和埃及，但他必须先拿下推罗。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腓尼基人就已经是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了，他们拥有制海权。腓尼基人独霸地中海，他们创立并操控着地中海沿岸大批的海港贸易。事实上，腓尼基人是闻名世界的航海专家，他们受雇驶入红海的港口。圣经记载，所罗门从推罗王那里雇佣了水手，带领他的舰队进入红海。公元前597年，先知以西结预言，推罗城的每一座建筑都要被侵略军倾覆。事实上，推罗古城的这些石头都被扔进了海里，作为军事用途。当时，推罗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易守难攻。圣经预言推罗古城要被拆毁，但在人看来，亚历山大也不可能将其摧毁。亚历山大围城7个月，后来他想到一个主意。他想，既然推罗新城建在海岛上，我必须要设法变海战为陆战。于是亚历山大吩咐部下从荒废的推罗古城运来大量的石头投进海里，筑起一道堤坝，直通坐落在海岛上的推罗新城。有了堤坝，就能发挥亚历山大陆军的强项，最终推罗被彻底攻陷。这又一次证明历史完全是按照圣经预言来发展的。经上说，推罗古城的石头要被投进海里，并成为撒网之地，这与历史事实完全吻合。要知道，在但以理时代预言希腊人会统治世界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在先知但以理领受这个预言的时候，希腊仅仅是一个部落联盟，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值一提。希腊的统治时期持续到公元前168年，后来被一个坚壮如铁的帝国所灭，就是第四大帝国。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这是哪个帝国？罗马的铁腕政权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并称霸世界600年之久。随着铁器冶炼技术的提高，尤其是铁制兵器普及之后，青铜兵刃的价格随之暴跌。铁箭头、铁矛以及铁头盔要比原来的青铜制品廉价得多。青铜是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而冶炼青铜需要加入金属锡。在古代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能获得锡，一个是今天的阿富汗，另一个是今日英国的康沃尔。物以稀为贵，所以青铜的价值也越来越高。而铁器时代降低了战争成本，于是军队规模变得更加壮大。罗马十分暴力，残酷无情，他们决心征服自己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们就像铁，要击碎一切障碍。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开始逐步瓦解。罗马并不是被某一个单一的势力推翻的，而是被一些蛮族消灭掉的。这些蛮族瓜分了罗马帝国，这也恰恰应验了但以理的预言。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北部蛮族的侵略，再加上罗马挥霍无度，极尽奢华，最后罗马帝国彻底瓦解了。要知道，当时的罗马不但有种种内忧，还有外患。据历史记载，至少有10个蛮族部落侵略罗马，瓜分了罗马的疆土，这迫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向东转移，从罗马迁都到了拜占庭，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帝国中心，也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现代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是从当时入侵罗马的10个部族演变而来。10个部族分别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旺达尔人、阿拉曼人、苏维人、昂格鲁萨克逊人、赫卢利人、伦巴第人以及勃艮第人。其中的7个还在，分布在欧洲。例如，昂格鲁萨克逊后来成了英国，
法兰克后来成了法国，阿拉曼人后来成了德国，伦巴第后来成了意大利。你祭奠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通过联姻、结盟以及条约，许多民族、国家和帝王曾试图统一欧洲大陆。纵观历史，像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威廉二世、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这样的领袖一度尝试再创罗马帝国的辉煌，然而他们无法与但以理的预言抗衡，因为铁和泥不能彼此相合，这些人全都失败了。许多怀疑论者曾质疑但以理书二章的预言，他们认为之所以如此准确，一定是有人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写的。然而1946年那个震惊世界的发现让人再也无法质疑。一个贝多因男孩，贝多因属于阿拉伯游牧民族，他和伙伴们放羊的时候无聊地随便扔石头玩。男孩看到岩壁上有一个洞口，于是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进去。石头落入洞中之后，男孩随即听到了陶器破碎的声音，听得很清楚。男孩爬进洞里，发现一些破碎的陶罐，里面装满了羊皮卷。男孩带走了几个羊皮卷，并向家人展示，家人把羊皮卷带到了伯利恒让古董商进行鉴定，后来又辗转送到了耶路撒冷。最后终于有人认出这是什么，于是考察人员专门去昆兰山洞仔细寻找。总之，考古人员在洞里发现了1000多本圣经手稿，其中包括非常完整的书卷，例如著名的以赛亚古卷。这些古卷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50年到公元70年不等。以赛亚古卷保存尤为完好，全书共66章，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赛亚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现在的以赛亚书与古卷没有任何神学偏差，也没有明显的历史差异。一位考古学家去山洞里检验了这些死海古卷，通过与现代圣经进行对比，一个个无法辩驳的铁证展现在眼前，于是他更加坚定地说，旧约圣经的年代的确像我们所宣称的一样古老。死海古卷的发现以及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但以理书的预言确实是在事发之前所写的。仔细研究圣经，我们发现上帝曾预言好几个帝国的兴衰，当事情准确应验之后，我们便晓得是上帝掌管着未来。例如巴比伦的京城，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座都城是坚不可摧的，然而上帝却预言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前面已经讲了，巴比伦帝国是被马代波斯王居鲁士攻陷的，他后来东山再起了吗？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伊拉克期间，曾梦想要重建古巴比伦城，还原往日的辉煌，他想借此阻挠圣经预言的应验，并羞辱以色列人。他扬言巴比伦宏伟的宫殿以其具有传奇色彩的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将从荒漠中拔地而起。然而学习近代史，你就会发现第一次海湾战争破灭了萨达姆的梦想，巴比伦至今还是一片荒芜，只是偶尔有些游客来参观古城的遗迹。埃及在以色列西南方向，他们的文明是沿着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而建立起来的。埃及有宏伟的金字塔、巨大的神庙、全年耕种的农场，似乎这个国家会一直稳居世界大国的宝座。然而就在埃及的鼎盛时期，圣经却预言这个强大的帝国将永远失去号令世界的地位，再不能辖制列国。
先知以西结这样预言：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古埃及是已知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古文明，埃及在世界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有数千年之久。在新王国时期，埃及人曾屡次攻打迦南，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名的。当然，早在此之前，埃及就已经兴建了金字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及文明开始衰退。这个趋势恰恰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朝代更迭，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埃及彻底褪去了昔日的辉煌，成了列国中低微的国。如今的埃及早已不是当年的盛世，更不具备昔日称霸世界、辖制列国的雄心与实力。尽管一座座雄伟的金字塔依然矗立在开罗郊外，但那毕竟是古埃及的成就与光环。今天的埃及再也不是当年独傲群雄、天下第一的埃及了。亚述帝国曾经征服了中东大约13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亚述帝国的京都尼尼微城就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与今日伊拉克的摩苏尔城隔河相望。你或许还记得圣经中的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后来被吐出之后便来到尼尼微城传悔改的警告。虽然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愤兴，但好景不长，尼尼微再一次沦落为暴力与邪淫之城，这令犹太人极为反感。公元前615年，作为审判尼尼微城的预兆，上帝启示纳鸿预言了这座京都将要被毁的细节：你们像嘈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三年之后，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摧毁了这座流人血的城。这仅仅是先知纳鸿预言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细节都应验了。尼尼微的城墙被洪水冲破，被敌人攻陷，最后被火焚烧，成了颓垣断壁，一片荒凉。更值得注意的是，尼尼微再也不会被重建。预言应验了，尼尼微再也没有重建，尼尼微的王宫以及金字形神塔永远不会重建。所有关于这些古城的圣经预言都应验了，被毁灭的古城名单包括巴比伦、推罗、尼尼微，他们将永不得重建，而事情就这样成了。再来看耶路撒冷城，虽然被毁灭并重建了足足27次，可它一直存到了今天。历史一次次印证了圣经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几乎圣经上提到的所有的国王、将军和领袖都已经在现代考古界得到了公认和证实。然而，所有圣经的预言乃是在围绕一个人，就是耶稣，他才是圣经的主题。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他是圣经的始与终。因此，当我们看到有关弥赛亚降临的预言遍及旧约圣经，也不会感到稀奇。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圣经。圣经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是个合集。旧约圣经总共39卷，其中包含摩西的律法书、史书、预言书以及耶稣降生之前的一些经卷。第二本合集被称为新约圣经，一共27卷。新约圣经记述了耶稣的生平与教训，也就是四福音书，之后是使徒的著作以及启示录的预言。不可思议的是，整本旧约圣经中共有300多处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部分预言甚至还提到了他降生的细节。而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这些预言一个接一个的应验，令人惊叹不已。请记得，从旧约圣经的结尾到新约圣经的开始，这之间大约有400年的间隔。
其实我想强调的是，通过现有的发现和死海古卷的日期，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旧约经卷的写作日期远远早于耶稣的降生。下面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来领略这些不可思议的圣经预言。每年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的基督徒有几十亿之多，不过根据圣经的记载，12月25日不大可能是耶稣的生日。对于耶稣的降生和某些细节，圣经早有预言。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奇妙的是，为了应验这个预言，上帝必须让约瑟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然后再带着家眷南行110多公里到大卫的城伯利恒报名上册。历史证明，这次人口普查约发生在公元前第四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圣经不仅特别预言了耶稣降生的地点和相关的事件，还启示了他开始传道的时间。这段预言记录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要知道，圣经预言有它特有的计算方式，例如预言里的一天是指一年。这个原则记在以西结书4章6节。但以理提到了7个期和62个期，加起来就是69个期，共483天，事实上是指483年。这样推算，我们就来到了公元27年，而耶稣恰恰是在这一年受洗，当时他30岁，正式开始了传道的生涯。要知道，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则预言是犹太人流亡巴比伦期间，也就是基督降生之前500多年写的。即便从概率学角度来讲，它的应验也是不可能的。许多学者都明白圣经中一日顶一年的计算规则，并看出了预言的准确性，尤其是有关70个期的预言。根据但以理的预言，要有69个期，也就是483年，就到了弥赛亚的时候。路加福音第3章记载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第1节这样说：凯撒提庇留在位第15年。历史记载，凯撒奥古斯都于公元14年驾崩，提庇留便在那一年登基，开始了他的统治。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传道是在提庇留在任第15年之后不久，耶稣来找约翰施洗。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27年，预言里提到直到有弥赛亚的时候。在希伯来文中，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耶稣在公元27年受膏了吗？当然，千真万确。如果打开使徒行传10章38节，你会发现耶稣被圣灵所膏。早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以赛亚便预言耶稣将会由童女所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想请大家注意两点，一是由童女所生，另外一个是降生在伯利恒。事实上，这两点是耶稣永远无法操纵的。耶稣永远不能说我要试图应验这些预言，因为你不能选择你的出生方式和出生地。然而这两点也都在耶稣身上准确应验了。旧约圣经中有一卷先知书曾预言弥赛亚的降生会与一场大屠杀事件有关。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为了保护婴儿耶稣躲避这场血腥的屠杀，耶稣的父母不得不带他逃到埃及避难。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一点与犹太民族很像，他们曾下到埃及，后来蒙上帝的呼召又出了埃及，而耶稣也曾在埃及流亡避难，后来蒙召离开流亡之地。毫无疑问，以赛亚书中最最奇妙的预言乃是那些与基督的生平事迹相关的预言，这些预言描写了耶稣传道生涯的细节，这些预言甚至描述了耶稣生平中一些具体的事情。他给人希望，医治病人，他是外邦人的光，他使瞎眼的人重见光明，让耳聋的听见，使被囚的出监牢得释放。他引用了以赛亚书35章中的另一段话，是有关瞎子和瘸子得医治的。他说：“你们来看。”然后他继续做他的工，医治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耶稣在竭力消除人们违背所立之约而带来的咒诅，他要使百姓得以恢复，以便再次经历上帝的恩典。耶稣在传道生涯中彰显了超人的大能，医治病人，平静风浪，甚至使死人复活。圣经预言，尽管耶稣有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大能与权柄，他却甘愿做一个谦恭的仆人，众人的榜样。例如在撒迦利亚书9章第9节，经上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降生前500年，撒迦利亚就写下了这段预言，他说要有一个王骑着驴，骑驴是帝王入城的传统。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群簇拥着他，他们将外衣和棕树枝铺在路上，欢呼声与何撒那的喊声响彻云霄，百姓以为耶稣要自立为王，推翻罗马，夺取政权。然而主耶稣并不是这样的王。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选择用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方式宣布自己是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成千上万人都目睹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不过仍有人表示怀疑。作者马太亲眼目睹了预言的应验。事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耶稣被人出卖、受难、被钉以及复活的预言。首先，旧约圣经预言弥赛亚是在和知己的朋友一起用餐之后被出卖的。众所周知，耶稣的门徒犹大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出卖了耶稣。耶稣预言自己要被出卖，门徒们十分震惊。朝夕相伴的门徒当中，竟然有叛徒会出卖耶稣。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再给孩子起名叫犹大。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信任，与我一同吃饭的，也用脚踢我。事实上，旧约圣经早已预言了弥赛亚被出卖的确切金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圣经不仅预言了准确的金额，还启示了更多的细节。先知撒迦利亚还预言了出卖耶稣的这30块钱后来的用途。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当叛徒犹大意识到耶稣无意要自救的时候，他开始恐惧和懊悔，他对耶稣的反应颇为震惊，恍然意识到自己出卖了他的夫子。于是他拿着钱去找祭司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再来看耶稣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他却拒绝为自己辩护。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宇宙的创造主被人嘲讽拷打，他却默不作声，不反抗也不辩护。这种表现在愤世嫉俗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看来十分不解，因为他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心甘情愿的，在他本人和福音书的作者看来，他的牺牲乃是救赎的实现，他乃是历代以来预言的焦点。在基督受难之前1000年，十字架这种刑具还没有出现之前，大卫便预言了弥赛亚的受难。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事实果真如此，有很多人围着耶稣的十字架嘲弄他，就连嘲讽的话与诗篇22篇的预言都是一样的。他的外衣和里衣也的确是被人分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剧痛是人难以想象的，这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是被折磨致死的，如果想平息一场运动，人们通常会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并未就此止息，反而成了一个起点。当然，好消息是坟墓与死亡无法禁锢生命的主。四福音记载，耶稣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曾有40天之久向门徒和众人显现。根据记载，有数百人看见了他，甚至有人亲手摸过他手上的钉痕。那些妇人回来说，我们看见耶稣了，千真万确。然而门徒不相信，这些门徒总是不信，直到耶稣显现说，看我的手，我的钉痕。历代以来从没有人声称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们觉得死人复活太过离奇。早期的基督徒宣扬基督复活的时候，听众觉得很荒唐。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真的，那么这些门徒们为什么还要冒着讥诮极力宣讲？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著名的犹太史学家弗拉维约瑟夫都在犹太历史资料中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件以及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当时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是一位智者，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的言行与教训令人震惊，那些乐意接受真理的人称他为夫子。有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跟从了他，他是弥赛亚。由于被犹太领袖诬告，比拉多便定了他的罪，将他钉了十字架。然而真心跟从他的人并没有离他而去。3日后耶稣复活并向门徒显现，上帝的先知对此早有预言，关于他的启示数不胜数。这真是一段非凡的时空之旅，一路上我们领略了一个又一个圣经预言准确无误的应验。无论是各大帝国的兴衰，还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们都看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可见圣经的确是出自一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上帝。圣经好比是一封天外来信，因为是上帝写给人的。但这些信息重要吗？圣经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于如今这个混乱的时代，圣经有没有启示什么？但以理书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早有预言，他的预言是关乎末后的。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即便不是圣经学者，也能看出这个预言已经应验，或许连但以理也没有想到。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
人类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短短几十年，医疗、农业、交通、数字技术突飞猛进。想象一下，如果你向先知弹翼里解释手机搜索引擎，他几乎难以理解。先知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这句预言应验了吗？原来的交通工具是骑马，而现在人类能以超音速环游地球。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最后一个预言，是耶稣亲口所说的。在他受难之前一个星期，耶稣预言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能想象耶稣时代的人在听到这个大胆的预言时会发出怎样的讥诮吗？人们会说，耶稣以为自己是谁？一个生在马槽里、没有受过教育的穷木匠，从未写过一本书、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却胆敢预言他的教训将会传遍天下。然而要知道，这个预言的后半部分更令人不可思议。耶稣的这段预言丝毫不含糊，他说福音要先传遍天下，然后末时就会来到。如今数以千计的卫星在片刻不停地运转，信息已经可以全球同步，福音正通过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开头我们讲到了丹以理书二章尼布甲尼撒梦到的那尊巨像，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巨像代表着几个世界性的帝国。在梦的结尾，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巨石从天而降，砸碎了那像的脚，又将像碾成了粉末。这块石头预表谁？是哪一个庞大的势力要击垮这个巨像？是耶稣基督，万古的磐石。如今全部历史都在朝着引人注目的结局发展，上帝的儿子耶稣要带着权柄和荣耀再临。一个个预言的应验表明，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界的末了。不过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等你回答，你准备好迎接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了吗？准备好迎接基督了吗？朋友，警醒预备吧。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我们借着祷告恳求上帝赦免你的罪并拯救你，他应许要救你到底。所以与其选择绝望而终，不如让耶稣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如今正是拯救的日子，把握今天，现在就向他祷告吧。